迪士尼公开反对佛罗里达州长签署禁止在学校上课讨论性取向的法律，求州长甲共和党保护，取消迪士尼的税务优惠。白宫是回应反对州长因为一个法案，就对一间企业采取行动。佛州众议会在二十一日间以70-38票表决通过，进前州参议会嘛以23-16票通过，取消迪士尼公司伫个佛州特殊自治区的这个地位，会取消迪士尼伫在地亲像地方政府特殊扣税区的税务优待。主要原因是因为迪士尼公开反对佛州州长顶个月所签署的禁止在学校课堂顶关内讨论性区别还有性别认同的议题法律，也就是反对定名甲合作唔讲同性恋的法案。白宫对这件代志表示无认同。The Don't Say Gay Bill is really crystal clear. It's wrong. That's our view. It is just wrong. We oppose the governor taking action against a company because their opposition to that bill. It's a world of laughter, a world of tears. It's a world of hopes and a world of fears. 佛州奥兰多的关门客街选区是1967年来设立的。保障迪士尼免受地方政府还有当地财产税的影响，在佛州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占地40平方英里，是迪士尼世界主题乐园，每年都可以替迪士尼来省数千万的美金。不如果这个特殊扣税区估计要在2023年的热天就要来结束。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在3月底就来签署不讲同性恋法案的时阵，也阁特别强调讲，伊无管太外界的批评。I don't care what corporate media outlets say. I don't care what Hollywood says. I don't care what big corporations say. Here I stand. I'm not backing down. 州长和共和党人主导的福利机构联手，对佛州上界大的私人企业来出手。这款的做法可以说是不曾看过，仅因为迪士尼公开反对不讲同性恋法案，民主党籍的议员也在摇椅说，仅这个税务就超过10亿美金，这个法案若是说不明定，政府是要如何来承担这条债务。公司新闻，郑依人编译。